去就曾经有一个记录是塞洛马的。对对对，塞洛马，我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个。然后塞洛马的另外一个什么格勒里，96年也是类似这种切过去的。我是要找了一些，对了，不多，这种路径很多。那这样子的雨势撑确实都是会比较大，因为这种完全没有受到破坏。要看结构，像格勒里的来讲的话，大概就是东部、东南部。东部、东南部，然后塞洛马其实因为它更西边，对，更西边，所以它是在中南部的这个山区。OK， 所以它就是说要看那个台风，就是一般台风的这个造成的降雨，要看它台风的路径，还有跟它当时大环境的一个状况有没有共伴啊，这种它的雨量都真的差很多啊。好，你看这个塞洛马跟刚那个格勒里是差蛮多的嘛，总雨量。它的范围区域不太同，不一样。好，对对对。可是，塞格勒，我只可以再看一下塞洛马的。可以啊，我用。OK， 了解。这个是这样。好，那总之你再帮我讲一下，类似这样子，从中央山脉偏西的地方。类似这样的路径的台风，其实如果这一次它待会的预测走向是比较靠近偏西的话，那之前有没有类似这样路径的台风？好，凤凰台风它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路径哦，如果以这样目前的预报修正，大概都一直在往西边修正。假设如果是从这个中央山脉以西登陆这样的一个台风来讲，从过去资料上来看，这样的一个台风相对是比较少哦，比较少。那比较有。比较就是说，大家可能老一辈的人印象比较深刻，大概就是1977年的这个塞洛马台风。塞洛马台风其实它当时所造成，以当时哈整个一个所造成的灾情是相当的大，造成这个淹水啊，像高雄地区等等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灾情。对，所以由于就是说台风路径如果是在中央山脉以西登陆啊，它的结构中心结构啊比较没有受到地形的破坏。就比较容易会有比较剧烈的一个降雨。那当然，另外也要看它当时这个台风它整个大环境是不是有引进一些西南气流，或是有没有东北风的共伴来影响。所以基本上呢，台风对我们造成这个降雨，第一个我们要先看它的路径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看它当时的大环境是不是有一些东北风的共伴啊，或是引进的西南气流。如果有共伴或是引进西南气流，它所带来这个降雨也会更多。那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说，当台风中心如果影响台湾，突然它台风的速度如果减慢，它影响台湾的时间增长，那它雨量也会增多。